还是深色的我，头发是深色的什么？我头发，是偏红吗？嗯，一点点。面包店买面包啦，这里是夏朵。我的爱红丝绒，长成这个形状的红丝绒。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每当你吃到每一口面包的时候，你都会跳起来的时候，那就是幸福。庄总的名言又再一次。我幸福的感觉就是。是的吗？吃到面包，感觉心里在流蜂蜜。流蜂蜜是什么？就是蜂蜜从我的心脏上面流下来。我的心脏放在一个非常可爱的小餐盘上，加了一勺蜂蜜。哇我想喝母鸡汤。母鸡是不是就是那个母鸡？看 ，OK 是台湾料理，都是用手写的。上次也是很多人，你看得到是对，然后这一次是你跟没别人。我喜欢吃鸡胸肉跟鸡心，我喜欢吃鸡翅、鸡中翅以及鸡腿。吃完了，好吃，好吃。跟着阿星混上海主题，就是做一个专题，就是跟着阿星混上海，混吃混喝，混玩。看到了一双好好看的鞋，它这是这样子的，然后这里是这样子的，好酷哦。可是它只有男生的，没有我的码。今天看的也是一场暖和。然后带着我的电脑准备出门啦。Hello 大家，今天约了戴萌、许阳、Kiki 一起去吃寿喜锅。然后呢，我已经订好位置啦，6点钟座位在那个虹桥那边一个就是我们都没有吃过的一家寿喜锅店吧。然后我现在呢，这个刘海也太好笑了吧？对。好了，没关系，就这样子吧，反正什么样子你们都见过了，对吧？然后现在呢，我准备先出门找一家咖啡店，先剪一剪片子，也不是剪片子吧，就是想说大家最近不是想让我的什么澳门攻略啊，然后我打算出去给大家写一份我去澳门我去过的每一家店吃过的每一道菜还有价格，然后写一份清单，然后打算今天晚上发出去给大家。看大家挺多人都想要的嘛，然后于是我就想说那我就写一份给你们吧，反正
今天其实也挺空的，没有事情做，就已经好久没有这种闲下来的感觉了，就还是很想给自己找些事情做啊。有膜拜，骑膜拜出去吧。那么我们先坐地铁出门啦，等一下再聊，拜拜。Hello， 大家，亲爱的，我已经到达了中山公园。好，现在本来要去那个咖啡厅的，但是因为我刚好路过这里嘛，顺便帮弟弟买个东西。然后买完之后，我们就去那家咖啡店。哦，看到了街景。这个是 Kiki， 好看，面膜真好看。哦，是这个吗？ Kiki 的那个颜色真棒。还有消音姐，看到了吗？现在在地铁站里面，然后坐一个站就到了。看这家。Hello， 大家，其实没有编辑完了，编辑到一半，然后写了几家店吧。现在呢，大概是晚上的5:40左右，可以去那个满来的寿喜锅店了。然后从这边坐地铁过去，应该还挺快的。不过现在是下班高峰期，人应该蛮多的。我现在在江苏路上，刚这家咖啡店真的非常的不错，它的拿铁好像是排名第一的吧，我喝了一下，挺好喝的，推荐大家来试一下。本来我想去另外一家咖啡店的，但是后来看看另外一家的排名跟就是评论说，好像那家店其实一般般，就是杯子长得好看。好了，现在下班感觉人超多。Hello， 大家，我已经到啦，看看，满来寿喜店。那我先进去了，我打电话预定了位置，然后期待。谢谢，坐下来了。现在等 Kiki 去，然后带门他们慢慢进出来。我刚刚其实一个人在写那个澳门的游记，但是还没有写完，现在打算继续写。很好笑啊，这家店老板的排名好像挺高的，排队人很多，所以大家如果要来的话，可以先打电话定位，这样就免去了很多排队的时间。君がいない夏はもういらない、ただただ切なくなるだけだから、他の人の愛じゃ埋められない、何も知らぬ花火が夏を呼ぶ。吃完饭，现在一个人下来逛超市啦，开心！我第一次逛这边的超市，感觉跟那种日本的超市很像，什么东西都包好一个一个，很可爱。
你看，好乖呀！这个年糕超好吃，煎一煎，完美。真糖，这个味道很好吃，推荐给大家。好可爱的三明治，这是纳豆。纳豆加生鸡蛋拌饭超好吃，推荐大家。找到了我的爱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同一种感觉，你不买东西，但是你很想逛超市，看一看啊，然后逛一逛啊，走一走，就觉得很舒服，就很棒。看到我超喜欢的面包，看到了，但是就是有点贵。真的好喜欢这种逛超市的感觉，一个人逛一逛，走一走，看一看，或者不小心就看到自己想买的东西呢。听说这个洗发水很好用，我还没有用过。每日买面包，哇，好可爱。好可爱啊，这家店，看，什么天仙超市，怎么这么多海盐面包跟司康饼？我刚刚已经买了一个海盐面包，然后还买了一个咖啡味的菠萝包，然后不敢再买了，买太多了。今天就一天要给自己定一个量，吃面包不能吃太多，这样子会长胖。开心，一天早上吃了肉桂卷，然后跟戴博一起吃了寿喜锅，晚上还买到了海盐面包，哈哈，幸福。在大创门口开儿童车，后面大创是超好笑，我的天哪，笑炸了。儿童车，哎呦，把你拍得五五神。对，你把我拍得好丑。后面大创是洋洋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吗？大家在疯狂买猪，它这个好可爱哦！让你们在线买杯，看一个特养生杯，它是有 WiFi 的。你连了吗？我的，好可爱啊！连不上，是这个。我只要把锁连上，我来试试。好适合它哦，快买，对不？这样啊，好适合。好丢人啊！快走吧。你们走了。你们走吧。喝水的时候，哎，音质挺好的。好，不行。我舍不得出，多少钱？445。哎，就哥买音响。对了对了，我有音响，我也有水杯，回去一起拼在一起用。水杯真的很棒，对啊，好棒啊，对，400多，对，算了，我家里有音响有水杯，我可以放在一起用。猪猪的猪猪杯，新年第一个猪猪杯，240多，很精致，很精致，快乐，快乐，快乐，希望快乐。紫菜 TV， 我又想起了紫菜 TV， 给你命名了，真的好搞笑，给你。回到中心了，可能我的妆有点掉光了。然后这是洋洋他送我的一个礼物，就是那个大疆新出的那个大眼柠檬。把它打开拿给我的时候，我说不行不行，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因为它一个也不便宜嘛，就还蛮贵的。然后我就说不能收不能收，他说没事没事，你拿着你拿着。然后我就有点太贵重，而且妈妈说收完人家礼物之后一定要给人家回礼。我身上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没有一些很贵重的东西能送他，然后我就送了一个那个一杯泡面给他。对，就是就是挺不好意思的，然后就是看到觉得比较适合他的礼物，会给他买一个，对，就是买一个礼物送回给他这样子，因为就觉得内心会很不好意思，真的真的真的，
就大家会觉得会不会很客气，但是因为我觉得收人家很贵重的礼物的话，我就是内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一定要送回他差不多的这样子，我才能心里才能安心。对对对，然后真的我收到特别开心，谢谢洋洋耶、就是我收到的第二个大疆的礼物。我现在正在写那个澳门的攻略，我以为它很简单的，没想到我现在写到现在已经3:30了，我还没写完。不过这次不是写攻略吧，只是写我去的每一家，大家粗略的观看一下，这是我写的，就感觉应该还蛮不错吧，希望大家能。杨姐推荐的一点点新出的，是不是挺好？好喝好喝，我已经化完妆了，现在打机场啦，我要准备上去走一下。哎，今天我要学啊，好，哪边的？是。好喝。你又说了。对啊。你就别再犹豫了好吗，就请拿出我的。我今天要上头号新闻，还有 Who I Am，还有逆转未来，这三首都是新的站位。刚跳了一遍是没什么问题的，接下来在台上就要看造化了，或者会因为我有时候跳舞会脑子突然断路，然后断线，突然间就忘了后面怎么跳，所以我现在其实是有点害怕跟紧张。现在是6:28，然后现在去做个造型，准备公演了，还有一个小时吧。今天星期五是7:30，啊，本来明天要去韩国的，我还是很难过。哎，我的宫保鸡丁都坨了。哇，这个饭是糊的吗？放一个，寓意不太好。说来的，用 makeup for every 的一天。颜色真好看，我没有钱。你真的吗？假装路过。看你的眉毛，你的眉毛画很好啊。别说你右边还在那啥，有点太阴了。耶，我们画好了衣服，看今天上面有一个羽毛。耶，今天让瑶瑶扎了两个风火轮在这边，特别可爱。我想带大家去认真的拍拍它的细节，哈哈。开心啊，洪佩妍。开心，可爱吗？好可爱哦。So cute， 看看，我们三个真的要自闭了。瑶瑶看我，瑶瑶看我。来来，飞行员。好大哦！我现在脑壳有这么大。等一下，王毅他说他不是我害的你。王毅说他下次。王毅扎四个人。对，他说是不是你说的？啊，对对对对对，三个太多了啊！他觉得对不起我。看我，挺好看的呀。挺好看。做什么的？好笑。你的说法好像初恋一样。初恋。我今天猪脸是吧？猪脸你在这猪脸，你猪脸本人了，猪脸本猪。对，你刚才说那个像猪脸，真的像的太假了。猪脸一看就是要再演一次那种感觉。没有啊，我们都没有台本的。刚刚张欣亲口说，就是导演需要再来一次，导演需要再来一次。
可以结束啦。今天感觉跳完脸都皱了，因为今天是我不是上了，而且跳特别大力，开心。但现在好累，但是我想吃火锅。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让我勇敢变坚强。好笑，擦一擦镜头。下班了，下班啦！哇哦，拜拜！哇哇哦，辛苦了，拜拜，拜拜，辛苦了，哎，辛苦了，辛苦了，拜拜。哇，下雨了。我们要去学长吗？你们要去罗森吗？我们要去学。Hello， 大家，我现在已经回到房间了，然后我现在正在直播。我们现在在跟你们打招呼，可能是平时也会在这里直播嘛。然后我一般都是晚上的时候直播。如果大家想跟阿星聊天的话，也可以下载这个 APP， 它的名字叫做口袋四十八，评论什么的就乱七八糟各方面。嗯，耶。看，我要喝这瓶了。这是什么果汁啊？这是什么果汁我忘了。这是桃子。哦，这个清脆的声音听到没？Hello，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38，我们现在要去排13号小组合的工，然后排完之后，我打算晚上回来给大家接一个 vlog。Hello， 大家，染了个深色头发，我现在特别不习惯。买的快递到了，然后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嘛，也算是日常的一部分。我前几天在那个淘宝上面买了一个这样子的，看到了吗？就是一个Snoopy 的蜡烛，可是我不太舍得用它，我怕它头烧没了，就特别可爱，小小一只的这样子，超可爱。因为我最近真的喜欢蜡烛，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就是一个大一点的蜡烛吧，超可爱。看，纯粹是因为它的外表好看，所以买的它，没有错。这样子花边的，然后你看，你给我把蜡烛放上去。就是这样子的啦，哈哈哈，好好看哦，很可爱呀、啊！蜡烛大军又增加多一位，这就放这里吧。还买了一个，最近耳环。就打算出一个，就是我刚买到的耳环，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耳环们，这样子呢，大家就不会说阿星的耳环到底在哪买的，因为我其实买了很久了，我也不知道是在哪里买的，所以我从现在开始，以后我每买到了一些耳环，我就给大家定期的介绍一下我买到的这些耳环，它是这样子的，嘿嘿，就是然后穿黑色毛衣应该会很好看，然后还买了一个这种夹子。我就觉得真的是纯属因为好看买的，可是我现在造型啊风格好像不太适合戴这种，不过没关系，以后总会用到的。这种的我觉得它搭毛衣的也很好看，这种就是穿棕色的衣服啊，然后穿那种毛茸茸的衣服搭这种就很好看。还有一副，哇塞，我怎么会买这么女生的，还有一副这个，它反了，它是这样子的，就感觉很，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
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买这个，然后就是很随意吧，看你喜欢怎么弄，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你也可以把它往下一点，我觉得这种还蛮好看的。本来我打算这一次去韩国是把我的耳骨也给打掉了，因为我之前打了耳骨，然后它合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B50之后有没有时间去一趟韩国吧，因为真的很想去外面的学舞。Hello，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给我点赞、投币、关注、收藏。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